boarding those vessels is going to be so damn hard with those arms out. Well, you know, why don't we give it a try? Right. I mean, their guy's awake, so. When you about when you about this ocean warrior, you can't change it, change them.你好，我们是拍一个纪录片，我们是在船，想要可以看一看，如果可以跟你讲话，我们在拍一个纪录片，钓鱼跟钓鱼轮。 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看你们拍的够了，你随便你拍吧，不要紧拍吧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我们在拍一个纪录片，所以如果你们可以请我们到你的船，我们可以跟你讲啊，我们想要帮忙试着了解了解你们在做什么，跟你们怎么钓那个鱿鱼。 不行啊，现在这个疫情，你上不了船。He said, no, there's no. 我现在这个不好，没有几条鱼。There's no fish right now. It's things are not good. 晚上好一点。We're engaging. It's better. 上面那个灯，这个灯开启，大灯开启以后能好一点。Okay. 上面那个灯，那个灯开起来，开起来能好一点。问，我现在在跟船脚讲话吗？你是船脚吗？ 我就是船长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 我现在是跟我的老板，翻译，所以不好意思，他在问我，所以你是船长，船脚在维尤一八多久？我在这个阿根廷这个地方干了现在零三年，零三年，零三年，现在二十年了。 所以你在维尤一八零三年，可是你是一个船脚是二十年，已经老板二十年到了。对，这个船十年。我们真的了解你们在工作真的很难，我们会在这里不一定一两天、三天 ，three days，所以我们会回来。我问你，有一个时间比较好，在晚上还是？ 晚上什么时候是最好的？可以，我们可以聊天，跟我们可以来看一看。 找一个会说英文的船，找一个会说英文的，他们又会讲英文的，你一个船转一转看一看。哎呀，不行，我这时候不让你上来，现在世界疫情不是厉害吗？疫情害怕传播，疫情传播太厉害了，不允许上，他老板不允许的。 就等一下一个小时，我们会再找你。谢谢。